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开始略讲神妙的陀罗尼大悲咒。我们需要知道，在汉传佛教当中，有一个知名度和普及率最高的咒语，就是大悲咒。它在汉传佛教当中呢，红传的历史极为悠久的。从唐代翻译了《大悲心陀罗尼经》之后呢，大悲咒就广为天下僧俗所持诵。如此呢，显现的感应、时机和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堕入天上的繁星一样。这个大悲神咒就是汉地丛林功课之一，而且呢，每天清晨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寺庙当中啊，四众弟子呢都要在大雄宝殿念上一遍大悲咒，来祈求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和大悲神咒的加持力。那么有关大悲咒的修法和功德呢，完整的记录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中。这是一本护主观世音菩萨和我等大士释迦牟尼佛对大悲咒所作的重要开示记。想要了解大悲咒，修持大悲咒，这是非学不可的。但是呢，很可惜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很少有人宣讲，导致一般人呢，对于大悲咒的了解非常不足够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谈起大悲咒，只知道大悲咒治病非常灵感，除此之外的功德利益呢，都一无所知。其实呢，大悲咒的功德呢，就像大海一样。治疗疾病只是这功德大海当中的一点，在这个之外，还有更深广、更究竟的方面，不论是消除业障、往生净土、增长福慧、消除灾厄，还是成就真上圣、快速等地成佛，或者呢利益众生，大悲咒呢都具有极其广大、极其圆满、无障无碍的功能，也因此把它呢称之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在修持的方面，比如持咒的发心不广大，只知道为自己一个人求现世驱病消灾，不知道要发菩提心解救一切众生的苦难，这样呢就无法和大悲陀罗尼充分的相应，而且呢一些重要的修持要领不清楚，比如不懂得。修持斋戒，以戒律的扶持来修诵大悲咒，所以说有没有经过入法的文士，在思修上呢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不了解大悲咒的功德，或者呢认识得很肤浅、很狭窄，那么我们很难升起很深的信心以及很坚固的信心，这样持诵大悲咒的欲呢就不强。也就是修的动力不够，没有一股全神贯注、一心融入的气象。相反来讲，了解的全面、了解的深入，看到大悲咒方方面面的巨大利益、深广不可思议的利益，那么有这种面面观，是也极广大、极深远的观察，我们对大悲咒的信心和尊重心呢，一定会像雨后春笋那样勃然发起的。会无法抑制的升起来，那么随之而来，欲和禁忌呢都自然就升得起来。这不是从外面，是从自己内心里升起这样的善心，自己呢会像得到真正的如意宝那样，天天呢相持大悲咒，以此起来就有很足的信心和很强的欢喜心。那么这样修的果呢就非常大的。其他的像调整发心啊、受持斋戒啊、身口意诚心方面，都是先要了解清楚，再如法的熏修，那么功德呢，完全可以成倍的增长。为此呢，我们今天要讲解《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为很多人修持大悲咒做一些辅助，也让这部千年宝典重新焕发它的光彩。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辅导讲神妙的陀罗尼大悲咒的功德。讲这个呢，我们分四个课盘来讲。第一个呢，大悲咒和千手千眼的由来。
第二个呢，就是诵持大悲咒的重要条件；第三个呢，诵持大悲咒的功德；第四个呢，就是光宣六部大悲咒。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课判，大悲咒和前收前言的由来。那么，我们要明白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大悲咒是如何传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护住观世音菩萨前收前言是如何成就的。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在大悲陀罗尼法会上面，大悲观世音菩萨方身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都成净色，日月的光明呢都被因蔽而不显现了。在这个时候呢，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我想此时宣说。我回忆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名为乾光王金主如来，彼佛爱恋我和一切众生，说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受逼莫我的丁说：你应当持这个心咒，普遍为未来恶世的一切众生做大尼了。我当时刚开始注意初地，听闻这个密咒就蹲草第八地。我发誓言，如果我将来能利了一切众生，就让我的身体具足前收前言。那么发了这个愿后呢，身上呢前收前言呢因此就具足了，同时呢十方祝福都放光明照出我的身体，而且呢光明普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从此以后呢，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又在无量的祝福那里，在无量的发挥当中呢，屡屡再次听闻到大悲陀罗尼，亲自受持这个陀罗尼，又升起极大的欢喜心，拥有无量，由此呢超越了无数亿劫那么长的微细生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诵持大悲咒，没有一天荒废过，没有一天忘记过。因为是大悲咒的缘故啊，我常常胜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守父母胎藏自身。听了这一段，我们大家就知道大悲咒啊，就是传承机器救援的祝福密咒。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是在过去无量一界，在故父乾光王金主如来那里听到大悲圣咒，当时呢就从一地蹲草八地，同时呢发愿具足前收前言，立即呢就成就现前。从今天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生生世世修持的根本咒语，他在因地一天也没有断过修大悲咒，这又是他进维耐界要弘扬的咒语，他会恒是以大悲咒呢利了一切众生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大悲咒和前收前言的由来。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课判，诵持大悲咒的重要条件。重要条件呢就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发自诚心，而一个呢就是发慈悲心。那么首先第一个发自诚心呢，在经当中多次讲到，诵持大悲咒得成就，未处不善，处不自诚，未处对心咒产生怀疑心。如果用心不精诚，那么心里有怀疑，持大悲咒也不能显现经典上所说的大功德。所以呢，我们诵持大悲咒前提呢必须要具足自诚心，非常有信心，而且呢非常虔诚的善信的状态来持大悲咒，这个是重要的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发慈悲心。那么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教导我们，想诵持大悲咒的人对众生呢要升起慈悲心，所以说首先我们应当随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这样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造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造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川；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造得月窟海；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照灯涅盘山；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回无为舍；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昭通法心神。然后还继续说到，我若向道山，道山自摧折；我若向火堂，火堂自消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恶鬼，恶鬼自包满；我若向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下面我们就讲第三个课判，诵持大悲咒的功德。那么这个呢，我们分12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灭除众罪。第二个呢，就是持斋戒诵大悲咒的功德；第三个呢，往生佛果；第四个呢，就是听闻大悲咒的功德；第五个呢，就是得三昧辩才智慧的功德；第六呢，就是常得护法守护；第七呢，就是不受十五种恶事；第八呢，就是获得善胜；第九呢，就是治疗一切病；第十呢，迅速朝上帝；第十一呢，就是受持大悲咒成为加持自愿；第十二呢，就是持大悲咒成为十二障。我们首先讲第一个课盘，灭百千万亿界生死的重罪。经典上这样说道：法师愿以自心成念，我之命旨，亦因转念，我本是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持陀罗尼圣咒，一修数满无边，除灭圣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么今天当中这样说，上面这样发了愿之后，专一其性的成念我的名字，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也应该专念我的本是阿弥陀佛的名字，也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呢诵大悲咒，每夜呢能诵满无边，坚持不断，这样能除灭你心相续当中百千万亿劫的生死重罪。我们大家想一下，每一次无边能除百千万亿劫的生死重罪，这是何等的卫生之力呢？大家虽然每天都很忙，都有自己固定的功课，但是呢时间呢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每天几分钟总是挤得出来的。尤其是对于会念大悲咒的人来说，持无边只需要7-8分钟。比如我们利用上班的路上啊，或者呢坐公交车的时间，或者呢稍看几分钟电视报纸啊，稍说几句闲话就可以念完。我们一生当中造了多少的罪业，每个人自己心里很清楚的。尤其是发心为常住做事的师父们啊，对于佛法圣物是不是如理的信持，自己的戒律是否圆满，是否清净，真正检查起来的话呢，在心相续当中呢也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如果想清净罪障，那么每日持无边大悲咒就能有力的净罪。时间是这样短，效率是这样高，何乐而不为呢？主要就是贵在坚持，对大悲咒升起不怀疑的心性，这样的基础上每日持无边，那就可以获得无量的功德，灭无边的罪业。想一下，在7-8分钟用在做世间其他的事上，能积累多少殊胜的资粮呢？有什么能力迁除重罪呢？那么何况每天吃大悲咒，有99亿恒沙诸佛护念，这对于我们不做恶事的修行者来讲是多么大的护佑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在众多的罪业当中，有一类罪业果报极其严重，又极容易造下，是哪一类罪业呢？就是轻损常住的财物，错用浪费常住的财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在寺庙做住持做管家的，因为不懂因果，或者呢不谨慎取舍因果，事事呢都会有自己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习气啊，造下堕地狱的恶业，这一类的是非常多的。下面我们看一则公案。在湖州有一座白曲寺，住持者若安律师，寺院里面呢曾经建造一座大悲殿，烧一块石碣，施主潘某呢捐了20斤来建修石碣。若安律师呢认为寺庙里没有厕所，身中呢有很多不方便，就自作主张拿这笔钱呢首先建了厕所。不久呢律师死了，这件事呢也不了了之。那么后来呢有个沙弥忽然得了疯癫症，住持把他呢关在一间房子里面，一会儿呢他就逃了出来。
那么问是谁借了绳子，他就是说若安和尚，大家都认为他大王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律师马上附在沙弥的身上说，他确实没有说王玉，就是我呀，我因为错用邪都大殿的世界，民妇呢常常用大石头压我，哭不堪咽，你们快为我把石头取下来，用水洗干净之后把石阶呢铺完，而且呢召集僧众给我念梵网经，我的苦处才能解脱。他的徒弟们呢就为他起石头诵经，做完之后呢律师才离去的。沙弥于是清醒过来了。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把修佛殿的东西呢用在修厕所上，修佛殿的属于佛物，修厕所的呢属于圣物。诸此时执着聪明，自以为可以随意支配，哪里知道佛物乱用在圣物上面，因果是逃不了的。这块大石头呢最终压在自己的身上，苦不堪言的。那么像这一类的因果债啊，我们放眼看一看，有多少人随随便便的造，有多少功德块呢随意错用，有多少公私不分，有多少人把藏诸财物作为私人用。在观复三昧经上面说到，道生满屋，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的罪业。同样在方灯经上面呢，花基菩萨说，无力世中我也能救，道生无者我不能救。还呢在宝梁经上面说，宁可吃自己的剩肉，也终不用三宝物，甘遭大苦报，以罪业要一劫受苦，超过一劫受苦，因为亲孙三宝财物的缘故。在这里大悲陀罗尼经典上面这样说道，若诸众神亲孙仓诸应时财物，前夫处事不通忏悔，终残亦不处灭，今生大悲圣周即得处灭。若亲孙侍用藏诸应时财物，要对十方师残邪染时处灭，今生大悲陀罗尼师十方师既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那么这里讲到亲孙侍用藏诸应时财物，就是侵占或者呢就是损坏，或者呢是用藏诸的应时和财物。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借用藏诸的财物不换，或者呢在家人去寺庙所用藏诸的应时不给钱，或者呢藏诸的财物没有好好保管导致损坏，还有藏诸的功德款挪为私用或者错用等等，这些都叫做亲孙侍用藏诸应时财物等。经典当中又说到，如果有终身亲孙藏诸的应时财物，本来呢前夫处世也不同忏悔，即使忏悔也不能灭罪，现在呢持诵大悲圣咒即得除灭。如果亲孙是用藏诸应时财物，要对十方世忏谢然后才除灭，现在呢诵大悲陀罗尼的时候，十方世就前来做证明，一切罪障呢都得以消灭。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上面是举亲孙藏诸应时财物这个例子，说明前夫处世不同忏悔的严重罪业，以大悲圣咒的威力呢可以灭除无余的。其他严重的罪业还有很多的，念大悲咒能不能消除呢？今天当中呢接下来就讲到，一切事恶无理谤人谤法，破灾破劫破他坏事投圣其无无尽反省，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所有的无理呢就是萨夫萨摩萨阿罗汉婆诃诃瑟出伏圣穴。然后这里说到谤人谤法，就是毁谤高僧大德，毁谤佛法。婆灾婆劫呢就是婆罗灾婆罗戒，本来吃斋又开斋吃肉，本来受了戒不受持戒而破戒，叫破灾破戒。然后说到破他坏事，就是毁坏佛塔，毁坏寺院。然后投生气物，就是投到出家人的东西。然后呢无尽犯性，让修清净犯性人受到染污而不清净。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很重的罪业，遭了呢必堕地狱的。那么今天当中就是说，一切是恶无理谤人谤法破灾
破击婆塔坏蛇头圣七五无金翻心诸入之类的一切恶业重罪啊，诵持大悲深咒都灭尽无余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以前造下这一类的罪业，那么从今以后呢，要精诚一心的持大悲咒，依靠这种密咒的生理来灭除罪业。这就是祝福呢为我们最终的终身啊别开的一条正路，不然的话可怜的罪业众生只有堕入痛苦的深渊当中。那么经典上又继续说道，未处一时宇宙圣仪者乃至孝罪轻也也不得灭，何况重罪，谁不寂灭重罪又能愿作菩提自应。一次呢就是只有一种情况排除在外，就是对心咒生起怀疑心，下至孝罪轻业也不能灭除，何况是重的罪呢？虽然不能及时灭除重罪，也能种下成就菩提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明白此大悲咒呢灭百千万亿劫生死的重罪。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此斋戒诵大悲咒的功德。那么今天当中说到，如果众生先是有什么愿望，在三个七天当中呢很清净的受持斋戒念诵大悲咒呢，一定能满足他的所愿，从生死边际到生死边际的一切恶业都一并消尽。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啊，所有一切的佛、一切的菩萨、一切的梵天帝师、四大天王、圣仙、龙王都来作证，说你是消尽的罪业呢。从这一段我们也看出受持斋戒能让此大悲咒发挥大威力，受持斋戒呢身口已清净，在此大悲深咒能快速满足所愿，灭尽恶业。在妙笔清文经上面说道，如春林火梦岩池无里遍烧诸草木，接风翠然念诵火大金经言烧诸恶，犹如日光自雪散，不乃呵斥而笑容，若以戒日念诵广，自遭恶学一挡景，入黑暗中燃灯光，人前黑暗清无语，前身正张诸恶矮，以念诵等人数处。这一段经文用比喻来说明具接诵持明咒的力量很大，而且是通过一层一层比喻做的抉择。首先第一个呢就说到，比如春天森林当中的大火，火焰非常猛烈，不必要轻作就能周遍的焚烧一切的草木。同样的道理，以持戒的风呢吹燃诵咒的烈火，以大精进的火焰呢能烧毁我们心相许当中的种种的恶业。然后又比如阳光照射在雪山上，那么雪山呢经不起强照，很快就会消融。同样如果我们以持戒日论念诵的光明照射，那么恶业的雪山呢也会化尽的。然后又比如在黑暗当中呢点燃明灯，那么以灯光呢能无语的消除黑暗。同样的道理，以前是依赖招忌的恶业黑暗呢，以念诵的明灯呢能迅速的迁除。所以说就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持戒就是祝愿，身口以三门清净持戒，再诵大悲密咒，那么能高倍的增长持咒的力量。所以呢必喻成大风，婚接奉事能越烧越旺的持咒呢，就是接清净戒的力量呢可以百千倍的增长。那么在这呢安住在清净戒律当中，一戒作为受益，就能显现出密咒的光明和力量。所以呢就是把持戒呢比喻成日论，把诵咒呢比喻成日光。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呢要尽可能受持斋戒，在这个基础上呢诵持大悲咒力量和功德呢根本不一样的。因为受持斋戒能让你的身口与三门清净，由那清净的戒再诵大悲咒，这就是很纯的修持，没有杂染，所以呢就出现极殊胜的效果。我们持续的读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非常强调在受持斋戒的基础上修大悲咒，那么这样的经文出现过很多次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受持斋戒的基础上持大悲咒功德呢非常圆满。这就是第二持斋戒诵大悲咒的功德。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持大悲咒往生佛国。
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中，观世音菩萨呢亲口说，如果人天诵持大悲章句，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受，不能缘生何方国土，都能随愿往生。诵持大悲圣咒，若不往生诸佛国土，我是不成正觉，我是不成正觉。这就是观音大士的正式大愿，持大悲咒必定能随愿往生的，不然观音的大愿就没有实现，他还没有圆满成佛。以下呢，我们讲一个公案。宋朝学士张康，他是乐山好寺念佛回向，曾经呢在佛像前发誓愿诵大悲咒10万遍求生净土。他到了60岁的时候呢，卧病不起，一心呢专念阿弥陀佛，对家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堂前，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温耳在金地上立佛。说完呢，口中继续念佛而往生。这个温儿呢，就是他的孙子，3岁时呢要忘，在《往生记》当中这样讲的。梁商建居士是广东番禺梁少华居士的二女儿，15岁呢，他就得了样病，时好时发，医生呢嘱咐要静养，他还是很努力的用功。那他父母呢，都修持净土法门，他也追随念佛，常常呢诵心经和大悲咒。即使呢病发卧床，仍然口念不断的。他在病重的时候呢，身子清晰，举手立佛，忽然就说：“孩儿意识顿觉暗示，我要去佛国呢。”接着呢又说：“观世音菩萨亲自来接应，孩儿跟菩萨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母亲在旁边很悲丧，她呢连忙要说：“母亲也持戒念佛，将来一定会见面。”悲伤什么呢？他就这样说。说完家父而坐，收戒音含笑往生了。当时就是民国22年8月初3，增长18岁，是这样往生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是大悲咒往生佛国的功德。那么接下来呢讲第四呢，就是听闻大悲咒的功德。3000大千世界幽暗之处的三恶道众生，那么听闻到大悲咒呢，就都立刻得乐的。有菩萨没有入初住的，就能很快得入初住，乃至于世住师地都可以获得。又能令这位菩萨呢得到佛地的，自然而然成就32相80随心号。如果是声闻修行人，听见大悲陀罗尼，一经历他的耳根，或者呢他修行熟悉这个陀罗尼，以自知心如法而安住，这样的话呢，消成的这3门果呢，不求自然获得。然后呢，在3000大千世界当中，山河石壁、4大海的海水能让它沸腾，能让须弥山和铁围山摇动，又能让这一切呢粉碎成像微尘那样，其中的众生呢，都让他们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第五呢，就是诵持大悲咒。得智慧，善美辩才，讲这个功德。那么今天当中这样说道：诵持大悲圣咒者，若不得无量善美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这就是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的大愿，恰是诵持大悲咒的人不能得到无量的善美、无量的大辩才的话，我是不成佛。今天当中继续说道：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圣咒者，发光大菩提心，施度一切众生，生持在劫，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诸以进食，造以清净，着锦衣服，宣幡、燃等、香花、白尾印师，以用供养，自心一处，根某一缘，入法诵持，是此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圣仙来为作证，依其笑言：“我是当以前眼照肩，前手护持，从此一方所有世间禁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书，唯陀典籍，一能通达。”
天当中，大悲佛祖观世音菩萨就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诵持大悲圣咒，发光大菩提心，誓愿度脱一切众生，并且呢身体受持斋戒，对众生呢升起真正的平等心，常常呢诵持大悲咒，不让他断绝，那么他住在清净的房间里，沐浴清净，身上呢穿非常干净的衣服，悬挂幡，点起明灯，用香画和白纹硬石来做供养，在自负自己的心专心致志，不起其他的杂念，心里呢不盘远别的事情，就按照这个方法来诵持大悲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和无量的圣仙降临这个地方来做证明，让这位修法者呢得到效验。我观世音当时就用前眼照见他，用前手呢护持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时间的经术都能受持，一切外道的法术和电机也能通达。所以我们就知道持大悲咒呢获得无量的善美、无量的辩才、无量智慧。在历史上呢，永明大师就是在梦中呢得到大悲佛祖观世音菩萨甘露灌扣，发了无碍的辩才，诸中经录100卷的。碑松还有一位圣人叫做慧蔡，是浙江雍嘉人。那么他13岁时候呢受居住戒，前往深明山追随法之大师，他很有很自己于此迟钝，就常常呢持诵大悲咒。有一天呢，忽然梦到一个圣人高有几丈，脱下袈裟披在他的身上。第二天呢，他到讲堂里听经，忽然开悟，以前所听闻到的佛法一时之间呢都东然明白。这个呢在净土神仙录当中讲的。唐朝智宣法师，智宣法师是湄州洪雅地方的人，他常常言说佛法经论，在家出家师中呢都很敬佩他。他呢每每很自尽，身影不尊，就到香儿山吃大悲咒。有一天梦到一个和尚把他的舌头接下来您换上一个，第二天说话呢就鞭称了庆余。这呢在高僧传三集当中所讲的。我们如果能教孩子从小呢吃大悲咒，就会变得有智慧有辩才，那么这个呢比吃任何不老的东西还要好得多。这一场我们就讲了诵持大悲咒得三昧辩才智慧的功德。接下来第6呢就是讲持大悲咒呢常得护法收护，将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经典当中也说到，若能入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信者，我是当持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为护，不离弃者，如何厌境，如何寂命。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如法的诵持大悲咒，对众生呢升起慈悲心，我观世音菩萨应该呢明理一切善神、龙王、护法、金刚、秘籍菩萨，常常呢跟随，常常呢保护，不离开这位持咒者的作用，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这个呢我们讲一个先代的事例。有位叫宏远居士，他的儿哥生病住院，在这个时候呢他对儿哥就说，你跟我诚心念大悲咒，求大悲虽消也出病。他儿哥呢很如实的持大悲咒念观音圣号，由此呢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有一次呢朦朦胧胧当中呢听到护法僧说，因为你自称持大悲咒、求大悲虽和念观音圣号，所以呢奉观音大士的名里在这里护持你，那不就呢你可以出院，你受汗呢我帮你擦鼻涕。他儿哥呢忽然醒过来了，看到自己正在流鼻涕，赶紧起身拉着擦鼻涕，觉得呢刚才的声音呢非常清楚，非常真实的，果然呢他不久就痊愈出院了。这件事呢证明大悲佛祖观世音菩萨呢派遣护法僧常常呢守护持大悲咒的人，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以下呢我们再讲一个跟金钗的共案。清朝末年有个珠宝商人叫做崇德，
那么平时呢非常虔诚，历经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每天早晚呢诵念大悲咒，从不间断的。有一次呢，他到外地采购珠宝，事情完毕呢，在翻会的路途当中呢，他误住了一个黑店，店主就是个大盗，专门干谋财害命的勾当。那么这个店主知道他就是珠宝商人，到了半夜三更之后呢，数次见到上落到了崇德租房的门口，正准备动手的时候呢，楼下有人敲门。那么店主呢只得下楼开门，打开门一看，来人呢身材很高大，就问他有什么事。那么来人就说，我叫杜书鹏，要找崇德。店主回答他，崇德睡觉呢，有事明天再来吧。那么把杜书鹏打发走了之后呢，他关上门又跑上楼，走到崇德的门口准备动手。在这个时候呢，大门外呢又有人拍门，而且呢是不停的猛拍。店主呢无奈的只得再跑下楼来开门。他问来人，天都四更了，你有什么事，请留下姓名，明天再来吧。来人说，我是来找崇德的，你转告他，我叫阿斯云，找他呢有要紧事。那么这样店主跑上跑下来来回回的，等再上楼的时候呢，天已经蒙蒙的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崇德呢已经起床，开门见店主快走到他的门口，就和店主打招呼。店主呢连忙把剑道藏在背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崇德，客官，昨天夜里三更半夜有两个人来找你，搞得我没办法入睡，所以呢我一清早来找你。那两个人一个叫杜书鹏，一个叫做阿斯运，我叫他们今天再找你。崇德听了非常欢喜，就给店主解释，我每天早晚都念大悲咒，杜书鹏和阿斯运就是大悲咒里的两位菩萨。店主一听惊慌失色，全身呢直冒冷汗，只听到当啷的一声，手一松呢，把藏在背后的剑道呢掉落在地。在这个时候呢，店主就跪下来向崇德忏悔说，大善人，请你宽恕我，我昨天晚上三更之后两次准备杀你，盗取珠宝，我哪里晓得菩萨显灵阻止我心胸，我今天才知道天地之间是真正有生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以后再不敢谋财害命，我一定来改恶从善。崇德听了也很感动，就度他拜观世音菩萨，叫他呢念大悲咒，去恶从善，走上正道。这个公案在《白衣观音神咒》当中讲的。所以说我们持大悲咒不能在哪里，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都拜菩萨护法神时时刻刻的保护我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性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此大悲咒呢藏的护法神守护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就是把你的你你别找那本事将你的那七万龙之之兵走临着啊着